全新空气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阿姨。那很好，阿姨。你呢？我也是阿姨。你也是阿姨。他是阿姨。你也是阿姨。哦，你也是阿姨。两个阿姨。两个阿姨。我就有了默契，你会爱上这里。不管远近，都是客人，请不用客气。都是客人，请不用距离。第几次来没关系，有太多话题。欢迎你，为你开天辟地。流动中的美丽充满着朝气。在黄土地刷新成绩。花一世情，带笑意，只为等待你。欢迎你，像音乐感动你。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。欢迎你，有梦想谁都了不起。有勇气就会有奇迹。花一世情，带笑意，只为等待你。欢迎你，像音乐感动你。让我们都加油去超越自己。欢迎你，有梦想谁都了不起。有勇气就会有奇迹。天辟地，流动中的美丽。
中那天地。还是面条，我喜欢吃米饭。当初的故事，今天是个伟大日子。我的寒暄，我爱你，每天到这来学习，有你的每天都新鲜。学到很多新的知识，韩语和文字，每周我都很感兴趣，最爱新韩语，无时无刻随时随地都在我心里。我既含也不想分离，我爱汉语。大家好，我是玛丽，我是这次圣彼得堡非国立女子课堂来天际夏令营的带队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本次天际夏令营的领队张月。天津国际汉学院的接待方非常的负责，非常的认真，这个热情我们也感受到了。因为这次突发的状况，大家也及时的跟汉馆取得了联系，在一天之内把所有的新的行程都制定了下来。突然要离开天津，孩子们也有很多不舍。也非常喜欢这边的老师，现在孩子们爱上了天津，天津给他们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。希望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这次夏令营，也希望我们会跟天津国际汉语学院有更多的更好的合作。谢谢所有老师，好，谢谢。